Hello， 大家好，我是上好家田园薯片代言人王一博，我们又见面了。你知道吗？一个人平均每天能冒出6200个想法，有一些一旦起了念头呢，瞬间会吊起满满的胃口，那些奇妙的、好吃的。于是，我和上好家的神奇味道实验探索就此开启了一段叫人疯狂而伟大的新篇章。与其他美味相比，我们的特色就是没有常规路线，避免千篇一律，拒绝一成不变。但是我们绝对克制，在基于事实中争取超越，在超越中还原真实。上好家田园薯片，好吃趣味，吃得欲罢不能，吃完一包再来三包，这是我们的初心。带着这份初心，我们迎来神奇味道第一弹。我和上好家从亿万种美味的潜在可能性中精心挑选了三种，糖、醋和生长在5到25厘米土层中，横展直径30公分的咸线状浅根性根系植物物体，也就是大蒜。再加上长久的腌制，会带来什么样的神奇味道呢？这里是上好家田园薯片推出的全新口味，酸甜糖蒜口味，即刻起上欧一起上好家旗舰店抢先体验，还有机会参与趣味活动。上好家田园薯片，属我有这味儿。